姐，哎，我要出门上班了啊，晚上可能不回来做饭哦，你自己吃点呗，好吧？好，还有五分钟就迟到了，你抓紧时间。行，那我走了啊。耶，他这个衣服是不是穿反了呀？姐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啦？你还说呢？你看嘛，我衣服穿反了，你没告诉我。还真穿反啦、你刚刚跑太快了，我准备叫你，可是来不及。我是刚刚照镜子才发现，这个图案呢、都跑到后面去了，还好没走远，所以啊，就赶紧回来换了。那我走了啊。哎，妹，等一下。啊？你这身衣服什么时候买的呀？以前都没见你穿过啊。哦，这一身衣服啊，是校方小王生买的，他人家做大码女装的。你看，我不是150了吗？这个肚子超大的，而且肉也特别松，这裤子版型可好了，一提起来全部能遮平，关键是弹力又大，穿着也不紧不累，可舒服了。你别说啊，你这大肚子遮起来呀，显瘦了20-30斤，哎，不像150了啊，像100斤一样。那我上班了。